笑。哎，笑什么？谁笑在后面，谁是爷。紫苏，二红。啊，我得去睡一会儿了。哎，你们两个好好的看着他们啊，别让他们跑了，我还要拿他们俩当靶子。是，刘爷。现在你要你的命！我说他在家庭的房间里。大哥，老家伙太狡猾，咱们赶紧动手吧。我说，弟兄们，咱是不是也该灵醒了？咱庄园的气数是不是尽了？我刚才想在那间房间里睡一会儿，可我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让一个家丁躺在里面，我又去了另一间。我要是一错神，我这会儿已经死了。先是把围墙炸开个口子，把咱的人吸引过去，再来炸您的房子，这是声东击西呀。这肯定是柳云轩出的主意。白风寨的人会使用炸药了，那要炸咱的庄园还费力气吗？去搬官军，还得搬兵呢。好，那我叫兄弟们马上行动，去搬他一个营的官兵回来。刘爷，这黑狗到省城去了，这兄弟们说打听到了，说是要把柳云轩的大妹子给抢回来。就是那武太太，这小子他心现在野了去了。你看，我也真是没有想到，这小子还是个情种。方才夜里走太危险了，明天凌晨你再走，带着大洋再带封信，让赵云长务必帮忙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安排。你回柳镇去，不用再回来。注意观察镇子里的动静，多听听老百姓们说些什么。如果需要你的时候，我会派弟兄们去找你。行，哥，我听你的。哥，
我现在特别担心二红。冷婉，你先回去吧，二红不会有事的，我会想办法。啊，哥，二红现在是我媳妇儿，我想再混进柳家庄园，我就说给二红送饭，顺便再给紫苏大嫂送点吃的，这样我一下就把柳家庄园的情况都了解出来了。你这家伙还真一根筋啊。好，你可以去，但是要记住，在柳家庄园里凡事要忍。大哥，你看我现在都成这样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忍的？好，那你快走吧。那我走了，路上小心。哎，是不是去搬救兵啊？不是，孙立兄弟，千万饶命啊！你看，人吃了柳爷的饭，你就得给人办事儿，这没办法。行了，走你们的路吧，柳哥不让杀了你们。是，站住！话还没说完呢。说，回去给我传个话，好好带大嫂和柳哥的妹子，谁要是敢动他们两个人，柳哥就是一个人也敢杀进柳家庄园去。但是敢，我们很快就会攻打柳家庄园了。你如果想死的话，就继续给柳爷那个老狗卖命。打得好，打，早就该打了。说完了，滚吧。是，走。走。松林哥，柳哥果然料事如神。是啊。柳爷。你看，就我们这车刚出了镇子，不到十里，他就遭埋伏了。是谁打的埋伏啊？白风寨。那带队的就是柳松林，大洋全给抢走了。这柳云轩他早就防着我们这一招了。柳爷，这，我们出不去了。弟兄们，只要过了今天，明天就没事了。明天省城督军会派几百名官兵来帮咱们剿灭土匪，今天咱们只管吃好喝好，坚持住这一天。来，把那两个娘们给弄出来。来人啊，把那两个人弄出来，弄出来，快点。放开我，老实点。要是真打起来，明年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忌日。柳爷，我给我媳妇儿跟大姐送点吃的行吗？谢谢柳爷。笑什么？明天官府的军队来了，我看你在笑。瞧瞧，你们这帮男人，不是个个手里都有枪吗？却怕起了我这个女人，可笑啊！你笑什么？你笑，
我看你在笑。六爷，你就这么让人叫了你一辈子，我真搞不懂，你怎么就能让方圆几百里的老百姓都叫你一辈子柳爷？哦，你有钱，你有枪，你威逼利诱这些穷人，让这些穷人给你壮胆，让你作威作福。你把穷人的命不当命，你拿手下的人当狗，甚至你连你的太太、姨太太都不当人使唤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哼，弟兄们，别听他的，你要再说，我一枪崩了你。刘爷，刘爷，你要敢动我大嫂一下，我一枪打死你。人家白风寨炸了你的房子，炸了你的院墙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你威风什么你？穷要饭。柳爷，你可不能打死这个女人。柳先生和你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的账你们自己算。刚才四太太说的对，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，不想死在柳先生的枪下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。好你个狗剩，你吃了我的饭还想砸了我的锅，你看你这个穷小子要饭顶着我的头就不管吗？柳爷，他不敢把你怎么样，你把这放下。有种的你就开枪，开枪啊！狗剩，给我把他捆起来。来，把他捆起来。谁敢过来，我一枪打死他。狗剩，你脑子不好使了，这白风寨刚炸了墙还没气上，刚才亮华不是说了吗，白风寨要娶柳家庄园易如反掌，你不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亮华，你赶紧走吧。谁也别动。苏大姐当着家丁的面，哎，骂了柳爷，柳爷他连嘴都不敢还。眼下的柳家庄园，就像春天的萝卜，空心的。现在趁机打进去，就跟掐死只蚂蚁一样，容易得很。冷王，你想过没有？咱们要是打进去，老东西把紫苏、把二红当肉票、当挡箭牌呢，怎么办？我没想过，所以啊，要动脑子。咱们决定要打，就要保证万无一失，懂吗？哎，大哥，我听你的。前些天我让你藏的银元都藏好了吗？刘爷，您就放心吧。就是白风寨的人打进咱们庄园，我也让他们找不到一块银元。写好了就贴出去。弟兄们，我是柳爷，我们柳家庄园世世代代都在为柳镇百姓造福，可今天遭了匪患，我要感谢所有来参加护院的乡亲们。本爷今天宣布，参加护院的弟兄杀死一个白风寨土匪，赏大洋10块。杀了柳松林，赏大洋100块。杀了柳云轩，赏大洋5000。
啊！母亲啊！大娘啊！咱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柳爷了，咱们面对的是整个柳镇。他们现在不光是拿子苏、二红的命做挡箭牌，他们是拿整个柳镇的老百姓的命做挡箭牌。咱们就是打进了柳家庄园。 在镇子上也站不稳脚跟，这个老混蛋，这招真毒啊！还跟过去一样，五千块大洋买我的人头。柳哥，我安排弟兄们夜里继续跟这帮家丁打。不打。让我想想，这个老东西悬赏五千大洋买我的人头，那我就用这招，在镇上贴告示，就说抓住我了，这样就能把他们给逼出来。 到时候咱们就跟他打一仗。嗯，好主意。那咱们干吧。老王，这次得用着你了。哥，咱们用我的称，我听你的。好，写告示，用愣娃的语气，说他反了，愿意把我绑去，换他媳妇的命，在告示上约定时间和地点交换。刘哥，这不行啊，咱拿什么交换啊？我。 真帮着你去交换，啊？磨一下再拖一下，地点咱们定。好，干了。对了，哥，借我些大洋。你要大洋干什么？我刚才想了，哥既然让我反了，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！我得把事造起来呀，我还得嚷嚷，柳爷那老狗，闻出点我的动静啊，我再给你们。 招点弟兄，我也在柳镇弄点动静出来呀。哼，冷王，我还真小看你了。哼，宋林，给他拿20块大洋。刘哥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给他拿大洋，我已经看出来，这小子是个笨灵笨灵的人，他的招管用。冷王，看来我得重用你了。哥，咱们可说定了，往后我跟着你干了。 你现在已经跟着我干了，弄吧，弄出点动静来，最好弄出个大动静。哎，冷娃，你到底要搞出什么动静来？我都让你搞糊涂了。动静？你明天就知道了。宋林，那我走了啊。 这人别看长得怪怪的，但是憨厚老实，有心计。媳妇儿，哎呀，哎，咱真不是动脑子的人呐。柳哥都明白他要干什么了，可是咱愣是不知道他要搞出什么动静来。要我说啊，听柳哥的没错，他这人呢，一脑子的高招绝活。 哥，行行好吧，给点吃的吧，我都2天水米没沾牙了。嗯，啊，安子，你怎么也要饭了？拿上钱，去买烧饼吃。吃饱了，到澡堂子里头找我，就说找愣哥，啊，你呢，再给我搓搓背，记住了。愣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让我吃饱了跟你一起洗澡？是啊。 跟我一起洗个澡，我呢，再给你买一身新衣服。好，好，太好了！我这一辈子头一次去澡堂洗澡啊，那我吃饱了就来找你啊，愣哥。嗯，去吧。愣哥，吃，给点吧。啊，谢谢哥，谢谢。走。 亮哥，你看怎么样？嗯，不错。弟兄们，都洗好了吗？洗好了。亮哥，我一会儿给你们发新衣服。好，谢谢亮哥，谢谢亮哥，谢谢亮哥。好，领衣服吧。谢谢亮哥。刘爷。
太太醒了，问了最近的事儿，我什么都说了。太太让您过去一趟，我也弄不清，这太太没疯啊。一阵风，一阵醒的，跟我去。哦，太太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嗯。我全知道了，这柳云轩是不是和你死标上了？啊？那你有什么点子呢？这柳云轩是个孝子，他最操心的是谁呢？哎，他现在还有一个小妹子，和那个狐狸精小女人都在咱们手上呢，是吧？咱就用这两个女人把柳云轩给逼出来。打一仗咱既玩命又玩胆。好啊，我的太太，王爷，你能不能一直醒着？我怎么就没醒呢？这就好了，我有主心骨了。哎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你派人盯着那个黑狗，如果他还活着，他就会去找柳云轩，趁机就给他抓住。这个人我们还得用用他。太好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大哥，站住！告诉柳哥，说我来了，我投奔他来了，我叫黑狗。说去，赶紧去！老子以前是这个山寨的二师兄，拿枪冲着我，说去！我去，团长。哥，我这仗打错了，兄弟们都死光了，大伙也没救出来。他们这正规军打仗有章法，这我打不过他们。来，赶紧吃点菜。嗯，还有酒啊。哥，你别这么看我，你看我有点不自在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弟兄们全死光了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嗯，我跟你说，我当爷的时候，我办了两件大事。第一件，我把柳家祖坟给扒了，我让他倒八辈子霉。第二件就是想带兄弟们把大红抢回来，我太想咱大红妹子了。猪脑子，这两件事只有你这种德行的人才能干出来。你别在这站着，赶紧给我倒点水洗澡，没看我这一身脏吗？啊，那个再给我带点干净衣服。啊，我一路上要饭回来的。哥，我发誓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我不行，我不是当爷的料，我是当二爷的料。我当你的二爷，你指到哪儿，我打到哪儿，我就是你的一员虎将。来，水来了。你看看你这副样子，还要三喝四的。二爷，二爷是松林的，松林这样的弟兄我能带出来，你我带不出来。二爷，你永远别想了，滚，滚出去，你还是要饭去，别离开我眼皮子，我得盯着你，滚。哥，你别逗了，你说话不算数。你说我投靠你的时候你就管我，你现在让我要饭去。
你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？70万。那你弟兄当什么了？当狗还是当人？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呢。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合计一下，你把我这哥当什么了？啊？你怎么不死呢？起码十具尸体，你一路上就想着当我二爷呢？你逼着我想骂人呢？你混蛋！我一枪崩了你！刘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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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离开我眼皮子，要不然出去。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你什么时候再回来？滚！洗把脸，黑哥。先这样吧，黑哥。行了行了，一下死了70-80兄弟，你看你把柳哥气得浑身发抖。他脑子里现在想大事了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得让柳哥出口气吧，你得给柳哥个面子，是不是？你先回避几天，来，拿着。嗯。黑哥，不是我说你，咱跟柳哥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柳哥那是把弟兄的命看得比自己还重。咱哪次出去冒险，不是柳哥走在前边？你说你。他能不跟你急吗？行，兄弟妹子，我是拿柳哥当亲人，他就是这么骂我，我还是觉得他亲。行行行，我还是先躲几天吧，我好好想想。松林，我走了。黑哥，其实你这人挺好的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心怎么那么野呢？以后可得改改啊。哎，妹子，你以后再好好骂我。柳哥这人不会不管我的，是吧？那是，能这么骂你的人肯定是跟你最亲的人，这还不明白？对对对对对，柳哥肯定会来接我的。去吧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松林，我等着你们俩来接我吧。你先走吧。我等着你们接我来了啊。哥，我错了。黑风寨的弟兄们，快按住他！我对不住你们。柳哥，黑狗跑到镇子上的饭馆吃饭，被老东西抓走了。什么？抓走了！麻烦了，我这一不留神，我办了一件错事。我不让他在山寨我的眼皮底下待着吗？他跑到镇上那老洞，怎么办？跟我玩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一天？我想过这一天。你跟我玩，能玩得过我？我玩不过你。
老东西，可我柳哥玩得过你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一死吗？死到临头了，当家的柳哥，不能杀黑狗，他是我的干儿子。干儿子，咱俩好好说说，干娘还能救你。老娘们，你糊涂了吧？你说的不是救我，是笑着杀我，对不对？不对吧？我不想杀你，我栽培你这么多年，杀了你太可惜了。你看，狗儿就是狗儿，干娘就是干娘。甭绕了，说吧，我是个不动脑子的人，我只能听直来直去的话。你知道你干爹和干娘想让你干什么？我用不着想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让我和我柳哥对着干，拼命，对吗？想你都别想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佩服我柳哥，我是心甘情愿为他去死。你们谁也拼不过我柳哥，你们早晚得死在他手上。我这辈子没想明白的事太多，可我想明白一件事，我再也不和你们这帮阴毒的混蛋混下去了，我看着你们怎么死。给我杀了他！杀就杀，死就死。老娘们，你早晚也得暴死，我在地狱里等着你。咱得写个告示，让全镇的老百姓都知道，这黑狗是柳云轩杀死的。好，把他人都割下来，挂在码头的城门楼子上，就说是柳云轩杀的，让柳云轩看看啊，看看他们白凤寨还敢不敢跟我们柳家庄园斗，看看到底是他们厉害还是我柳爷厉害。拖出去。是。宋林，柳哥，还在想黑狗的事呢，别难过了。哎，柳哥，我跟你说，愣娃这小子有心计。是吧？当时我一听，我就觉得愣娃行。嗯，柳哥，你睡着了还睁一只眼呢。这人不可貌相，愣娃有心计。你想，我爹能把看得比命还重的家业交给他，把我的两个妹妹也托付给他，是有道理的。我也想过，这个愣娃把我爹的心暖住了，我一琢磨我才明白，这也是条汉子，能忍能熬，轻易不出手，只要一出手就会让对手死。嗯，哎，柳爷，大好事啊！你看这告示，
本人是个要饭的，和柳家庄园无冤无仇。我媳妇二红受柳银轩牵连，现在被关在柳家庄园。柳爷悬赏5000大洋捉拿柳云轩。现在柳云轩已在我手中，请柳爷拿钱换人。冷娃，柳爷这干嘛呢？拿我当猴耍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柳爷是个爱动脑子的人。管家，去给我拿笔墨来。是。柳爷，这怎么办？你拿着解手用吧。哎，分几分？柳哥，柳哥，我，哟，这大半夜的干什么呢？啊，哎，我看别动！我跟老东西斗呢。斗什么？柳哥。哎。你看，这写的什么？告示，要饭的，你行，真反了。3日内，你把柳云轩的人头挂出来示众，我答应你一切条件。这老狗，真够毒的。这步走下去，要走错了怎么办？就按他说的，把我的人头拿过去。柳哥，柳哥，我没听错吧？你的人头？对呀，我就不能有两个人头吗？这两个人头？对呀，用假的呀。还是愣娃脑瓜子灵。来，看看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柳哥，你真行啊！哎，孙俪，你把这个人头做得再像点，然后用头发糊上，杀只鸡，弄点血。好，之后悄悄告诉弟兄们，埋伏在山寨的各个路口。我这次一定把老东西的人马给引过来。有，大哥，你行啊！你还没有看到布告，就知道老东西要干什么了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明天傍晚的时候，把这人都挂出去。行。这两天，我得好好睡一觉了。外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。行，放心吧，好好睡一觉。快，拿吧。喂，我们是柳家庄园的，来验一下柳云轩的人头，用不用我把人头摘下来，让你们验一验呢？好啊，拿起来让我们验验。好啊，你们等着。哎，好了，我看清楚了，不验了，我们走。头，怎么不验了？你刚才喊那一嗓子时候，我一直在盯着呢，啊，知不知道？我就看他敢不敢拿出来。如果他敢，说明就是真的。这帮山匪啊，个都身枪手啊，我吃过他们的亏。咱们看清楚了，马上就走，别叫他们在咱们身后打黑枪。走，走。柳哥，神了！你脑子里的事儿全是盘算好的，跟着你干真是痛快。哥，愣娃来了。来，大哥，事儿成了。旺财带人来验过了，他还让我拿过去要看看。那你怎么说的？他跟我玩脑子，我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我就摘下来要过去。你不怕被他识破？我不过去才容易被他识破呢，跟我玩这一套，做得好。这回柳家庄园拿下了。
柳烨，愣娃这小子真的把柳云轩人头挂在门上了。真的？你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我们去的十几个兄弟都看清楚了。柳烨，血淋淋的一颗人头啊！还有，愣娃这小子，别看他是个要饭的，他真的把白风寨给占了，他的手下个个都有枪。这是真的吗？真的。这个要饭的，他眼里还有凶光，他还成人物了。Drop!